大家好，我叫余学礼。点解又加入飞虎队？因为飞虎队系警队入面精英中嘅精英，同我一样都系 best of the best。你凭咩认为自己系 best of the best？ Killing House 40秒完成所有 target， 我知道咁耐以嚟只有展 Sir 可以做到。展 Sir 系 the best， 我都系。展 Sir 做到嘅嘢我都可以做到，甚至更好。Sir， 有一个 Bob 仔，一定死得好惨。你呢？我叫邱俊轩，我加入飞虎队是因为我热爱飞虎队的工作。Sir， 有热诚不代表能够升任，很多新人做冇几耐退出噶啦。点解你觉得自己做得嚟？我做每一件事都会尽力而为，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。Sir， 而家两个一组，跳上行嘅攻击车上面，去到战术大楼，以最快速度上天台，然后游绳落嚟，再翻上天台。明唔明白？Yes, sir！ 阿袁光仔一组，阿赖轩一组，你先做先。放心啲，我喺度。展 Sir， 你 partner 呢？展 Sir， 我 partner 到咗。展 Sir， 你到底有冇听清楚我俾你嘅命令啊？两个人一组意思系，你同你嘅 partner 互相照应，一齐完成我俾你嘅指令。飞虎队唔容许有个人英雄主义，亦唔容许有任何人抛低佢 partner 唔理。Sir， 佢只系唔够我快，慢我少少。你的意思即系话你 partner 唔及你，唔够你 fit， 你自己好劲啦。No sir， 原来大家训练咗咁耐都唔及一个新人，只要加操啦。球场等我。Yes sir。上下半场九十分钟，无咗加时。嗱，我唔要气踢啊，俾我见到边个唔追波，或者特登将个波踢出界唞气嘅，为之犯规。每一次加时五分钟 ，understand？ Yes, sir！ 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。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